每个月一定要破百万，每个月要一百万啦，一百算低了，要应该。你看他讲的话都可怕，不是啦，这是可怕老板。你好伟大，这几年啊，我们推掉了几个邀约。我老公常常会问我一句话，说你会觉得可惜吗？不要跟我讲你拒绝了谁。到了现在，在直播界有三年吧，任何推掉的不再会有摇摆了。那你的心值如何看？对，我应该有到52。可是因为我很卡，我一到52的时候，我这边真的拉不起来，我的裤子都从 S 号啊到。上一次直播啊，我在穿牛仔裤的时候，我要穿到快要 L 号的时候，我不敢相信，我就在不断的笑我自己。我说哇，我也走到了今天。啊，我谢谢我老公安慰我说，你看瓜哥跟陈哥也是这样走过来。从星星牌到现在半年，八个月的业绩，半年有1000出头，1000出头万，每个月赚150万。什么心进账？每个月一定要破百万。没有破百万，他会给我们大压力，。我觉得要，所以一定要100万，这样。100算低了，要不应该。你看他讲的话都可怕。不是啦，这是可怕老板。你看，他工作压力有多大？我看你长头发还不错。你想好，每一次开直播，如果要拉一个礼拜。大概100多了。如果就以我是觉得要再努力的。哦，不是，我觉得可以更好。我是。很常检讨他的团队。我们在人事上的开销，我们大概一个月，就是在每个月一号一开张的那天的时候，就会先负债70-80万。对。我想看最的话，单月哦。以我们新品牌讲，快三百。可是那个真的不准，各位不准，因为刚开展。那个比较小。真的不准，因为那只是刚开始，大家会有种期待。然后接下来是每一次都要期待，我觉得那才是维持水平的方式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不是我点的！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一个大佬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阿哥最怕的。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